者林星汉基隆报道。2017拜拜喜迎2018。基隆市跨年晚会今晚在基隆港东三四号码头热闹登场。尽管气候湿冷，由于有十多个独立乐团接力演唱，仍涌入大批歌迷，粉丝一睹偶像风采，现场嗨翻天。基隆市跨年晚会由活泼可爱的杜诗梅主持，一扫连日阴雨带来的低潮，在帝国立海洋大学重又影艺科技大学热音社开场。晨舞乐团 ONEX 李可成及基隆出身的摇滚大婶 Anti-Roxy 秀卯丁董事长乐团等十多组乐团要轮番登台演唱五个半小时到午夜，热闹场面让现场民众听得如痴如醉，大呼过瘾。尽管天公不作美，不时降下阵雨，但浇不及现场热力，民众看表演站累了，就坐在码头旁边吹海风边看表演，相当惬意。迎接2018年倒数时刻，基隆市长林佑昌将与 Trash 与民众齐唱《让我变成光》，一同倒数跨年。明天元旦上午六点，在朝觐公园有台湾猴看日出升起典礼活动，参加升起者可获赠基隆山海元素的纪念造型头巾，限量5000条。下午2:30，中山区中和路的大甘霖仙公庙在天宫发送春联，让民众提早感受浓浓年味。